老板娘，我又来了。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废话少说，今天要买什么？难道来这里一定要买东西吗？不可以看看你吗？你长那么漂亮。喂喂喂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买东西啊。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啊？家里堆满了，床底下都满了，买那么多东西回去又用不了啊？你到底是来买东西还是看那个老板娘的？那我要买东西，那买到就以后会用的吗？你买这些东西买回去有用吗？全部丢在那里一大堆啊？那个老板娘你也是的啊，整天来看到我老公来买东西的，什么你都卖给他啊，用不了也卖回去，只要能卖到钱你就卖给他吗？真的是，哎呀，回去，你回去，你也回去，不要买，整天买了家里那么多，以后不要来了。这什么女人啊，真的是无理取闹，自己管好自己老公，跑到我这里来闹什么？